什么事儿？喂，老公啊，我在外面买了很多东西，拿不过来，又没有开车，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下？啊，我在开会呢，要不你自己叫车回家吧。啊，我挂了。小雪，怎么啦？看到我不高兴啊？没有，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有时间，所以我给我老婆打了电话，让她过来接我。我估计她差不多现在应该到了吧？要不你先回去，晚点我再给你打电话，好吗？什么意思嘛？喂。喂，老公啊，我开错路了，一时半会儿可能到不了。火车站，要不你自己打车回家吧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那你小心开车啊。走吧。新雷，这么巧在这儿碰到你了。是你啊，徐磊。不是，新磊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没什么事儿啊。那，你没开车，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走了那么远的路，喝点水吧。你跟来干嘛？啊，我看你精神状态不好，放心不下你，所以就跟过来。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心里啊，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，真的不要憋在心里，说出来吧。说出来之后，你会舒服很多的。我真的没事，你走吧。我只想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。喂，金主啊，那你又问他是什么事情啊？我当然问了，可他就是不肯说。但他不说我也能看出来，他现在精神状态非常差，好像受了什么重创似的。那我估计又是她老公的事情。她老公？不是，金主啊，你现在能赶过来一趟吗？我真的放心不下他。我想你如果过来一趟的话，他会好一些吧？不行，我现在正要开庭了，我实在过不去。徐磊，你听我说哈，他既然不想你过去，他想静一下的话，你听我的，在旁边守着他，别让他出什么事儿。我现在就担心啊，他想不开。我会看着他的。行，那你先忙吧，我没别的事儿，我先挂了啊。哎，再见。表姐。其实，我根本就没怀孕。什么？你没怀孕？嗯。哎，因为当时我听说许诺要跟那个女的私奔，我脑子一下就懵了。我心想，怎么也得留住她。
这个黄花不知道怎么的就说出口了。行啊，你现在都能自己想办法了，不错，你出师了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本来那天就想跟你解释来着，可是后来我爸妈突然来了，我就没法说出口。你道歉干嘛呀？我觉得你做的很对呀，当时那种情况你就得这么做，不然你怎么留得住他？现在好了，你把人给留住了，这过程不重要，结果最重要。嗯，又是你那些黑暗理论，都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还夸我，想想多吓人啊。你做的对呀，你应该夸呀。哎呦，不过这时间一久肚子没动静的话，到时候你怎么给你父母交代，又怎么给许诺交代？我怎么知道怎么交代啊？我要知道怎么说我还找你商量干嘛？现在可好，连我爸妈都知道了，我根本就是骑虎难下嘛。你这臭丫头，如果你不准备找我商量的话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呀？哎呀，你就别再说我了，赶紧帮我想办法吧。你和他在一起的那个晚上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嗯，大概有两个多月了吧。嗯，那个月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那个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？你问这个干嘛呀？哎，我问你，你就快说。好像是隔月的五六号结束的吧。月底，那怀孕有五十几天了，还行，还能瞒一段时间。这里你肚子凸显的时间还有一阵子。那就满五十多天啊？那五十天以后怎么办啊？你连五十天之内的事你都保不住了，还想着以后呢？放心吧，我爸的医院呢，我也认识一些人，到时候瞒着所有人给你开一张假的怀孕证明还是可以的。这张能行吗？这行不行的，你还有别的方法吗？要不你就咬咬牙关继续装下去，要不你就投案自首。嗯，你爸医院那些人靠不靠谱啊？可别让你爸发现了。放心吧，我爸医院那些人啊，都各怀鬼胎，有的人向着我爸，有的人向着我，我搞得定。披上这个，这儿风大，免得着凉。你一直在这儿？这片海滩太僻静了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。徐磊，谢谢你，可我真的没事儿。我一个人在这发呆就够了，你没必要花时间陪我。心磊啊，你真的没变，还和以前一样，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喜欢闷在心里，喜欢自己扛着。但你这个习惯真的应该改一改，虽然这样做很坚强，但长此以往你真的会憋坏的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家。那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开车过来送你回去吧。那我帮你打个车吧。星磊。回来了，心磊，这位是？他是我老公高明磊。哦，高先生，你好，幸会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心磊大学里的男朋友。我见过你照片。啊，心磊啊，你已经平安到家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先回去了啊。徐磊，谢谢你。哎，这都不是事儿，你回去之后呢？好好休息啊。
别多想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啊，回见。回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师傅，开车。你当我是空气啊？如果你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星雷，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你坐下。上次你接卡卡的事情，的确是我误会了你。但今天这个情况，你怎么解释？我没有什么需要跟你解释的，倒是你。难道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我？难道要我说我老婆跟她前男友旧情复燃，当着我的面给我戴绿帽子吗？我不应该开心。你还真是恶人先告状。什么恶人先告状？你心知肚明。是，我对你跟徐磊的事情心知肚明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容忍很久了。既然你一再挑战我的底线，那我告诉你，不要怪我不客气。高明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给我来。你干嘛？我问你，这个包真的是静茹送给你的吗？当然是。你装？你还装？这个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了吧？这个包明明是你前男友送给你的，你为什么说是静茹送给你的？你跟踪我？我有这个空吗？是我同事看到了，拍下来发给我的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不知道被瞒到什么时候呢。你的同事？你哪个同事这么热心，这么八卦呀？少打岔！你承不承认？没错，这个包是徐磊送给我的。那是因为我帮了他的忙，他出于感谢我才给我的，并不是你想的那种龌龊的事儿。你还狡辩？如果不是我想的那样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呢？那是因为我知道，我只要说了实话，你就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杨新磊，我告诉你，我拿到了照片之后，我一直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，因为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是这样一个人，因为我相信你，但现在看来，我看错了人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高明伟，你既然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栽赃我，那就不要怪我也让你难堪了。让我难堪？我有什么好难堪的？你说出来我听听。你怎么说这么多话呀？心虚了？害怕了？我心虚什么呀？我又没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儿，我心虚什么呀？你说。高明伟，这一次你出面帮了我们家，救了爸爸留下来的美车坊，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你。我甚至想过，看在我们夫妻多年的情分上，看在孩子还小的份上，看在你对杨家的恩情上，我愿意原谅你那些不堪的所作所为。只要你离开那个女人，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愿意再给彼此一次机会。离开哪个女人啊？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别无中生有。我无中生有？我无中生有？你给我看的那些都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照片呀？你喜欢看照片是吧？
好，我也有。我让你看个够。很遗憾，今天下午我并没有走错路，我去火车站了，而且去得很不是时候，差点耽误了你们俩的好戏呢。这个女人，她叫谭雪是吧？她就是你手机里的 TX， 对不对？是，是又怎么样呢？她是我一个同事，哎，我跟同事出差回来不行吗？她是你很好的同事啊，那为什么那一次我们在西安店里遇见的时候，你们两个连个招呼都不打呢？我根本就没有看见。还有一次，你跟我说你去云城出差，其实是和他去绿岛度假了，对不对？这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为什么我帮你收拾行李箱的时候，我会在里面发现安全套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更不可能，你别捕风捉影。我捕风捉影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整天不去上班，窝在家里胡思乱想，我在外面拼命，我为了谁呀？你从来不替我考虑考虑，净想那些事情。苟明伟，事已至此，你觉得你还这么继续演下去有意思吗？你至于非要把我逼到无路可走才好？是你逼的我。心蕾，这可能是个误会。同事关系可以好的光着身子一起躺在床上，今天下午你们是在万丽酒店开的房吧？你知道吗？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还会一直这么相信你？你到底要骗我骗到什么时候？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瞎子，那样我就看不到这一切了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对我？你说呀，为什么？心蕾，别碰我，拿开你的脏手。